嗨，各位好哦！绝凯行销再来介绍一款新的哈、哦，因为有客人反映说，我们那一款太阳能条那个哈、哦，希望能够长一点的啊、哦，我们也有跟厂商哦再进了一个新款的哈、哦，这个太阳能式的灯条哦，十八颗灯的啊。哦从这里数到这里是18颗灯的，全部是太阳能的，防水、防晒、哦、防雨、哦、各位，这个东西呢，你只要买回去以后、哦、你可以透过你把它锁在你车子的部分、哦、或者是说你要用我们这里有附赠那个胶条，你把它粘在这个胶条上面，你可以粘住、哦、各位记得你粘的时候，因为它这个有一个 斜度、哦嗯、很多人如果这样装的话，这样装反了太阳就照射不到啦、哦、它是要这样子的话太阳才能够照射进来、哦、这个整个来讲的话它有很大的蓄电量、哦、如果说、啊、正常、啊、太阳大的时候你只要照个三四个钟头，这个就可以用个十来天了哦、如果说你阴天的话、哦、灯光比较暗的话、哦、它只要照上个一天也是都可以用的时间就可以长久了，它因为它的蓄电容量大、哦、它吸光的效果、哦、很好、哦、这旁边这里有小的这个孔、你可以自己拿一个那个小的螺丝、哦、自己看你要用锁的也可以，锁的是比较不会掉啦哦、那你用这个粘的话，你最好就是要粘上去之前呢，先用酒精片把它擦拭干净，这样子你这个粘起来再粘那个的话才会胶合性会比较好、哦、它附赠了一个、哦、强力这个、哦、磁铁片，这个磁铁片呢你只要靠近这里它就会亮了、哦、你可以去选定你想要的方式、哦、你想要的方式、哦、就可以来那个、哦、各位可以看得到、哦有没有、哦、你要的方式、哦、你只要离开你就可以选定你想要的方式、哦、看是要它用什么方式来闪，它总共有18种方式你可以去选、哦、它可以用什么方式 来让它跳动、哦啊、这个磁铁就是一个磁控开关、哦、各位有看到、哦、你也可以全亮、哦、各位全亮，我们把灯光开暗一点、哦、各位可以看得到、哦哦、各位可以看得到它可以全亮、哦它这个效果是很好的、哦、你只要把这个磁控呢再把它打开、哦、它这个就可以、哦、选你要的方式，选定你要的方式、哦、你要的灯的款式啦、哦、你要什么样什么方式闪、哦、它要左右闪、啊哦、还是 要跳动闪，还是要全闪，还是要爆闪、哦、它都可以，你回去可以自己去、哦、把它磁控、哦、来感应哦、这一款它最主要它是太阳能，再来灯光暗它一定会亮、哦、但是你灯光暗车子停的时候灯光暗，可是你没有震动它不会亮，它就是有震动又灯光暗之下它就会亮，但是如果说你因为像你看我们现在、哦、把它摇动它有灯光它就没有办法亮、哦、如果你灯光把它压着、哦、你看它就会亮了、哦、灯光把它压着它有感应器它会亮、哦、它你只要一震动它就会亮、哦、这个东西就是非常的好用、哦、就是这一款、哦、18颗灯的、哦、我们卖场里面也有卖一个10颗灯的，就是它的一半左右、哦、一半左右、哦哦啊、你可以放在你机车后面的挡泥板、啊、或者你想要放的地方都可以，再来它这个灯哦，它这个亮度呢非常的亮、哦、后面你在如果骑车或者是人家后面要看你这个是很亮的、哦、再来它这个是18颗的比较长的、哦、我们还有一款、哦、有遥控式的、哦、各位可以到、哦、我们的、哦、网上去看，只要打上、哦、绝凯行销、哦、你就可以找得到我们的商品、哦、介绍这一款好用的、哦、18颗灯的那个、哦、后视警示器、哦、警示灯、哦、希望各位会喜欢，谢谢。